如何通过人工智能创造出精彩的电视视频电影？定义目标，确定你想要创建的视频类型，例如商业广告、短片或纪录片。收集原材料，收集与项目相关的镜头、图像和音频片段，这可以包括现有的素材或专门为项目创建的新素材。使用人工智能视频编辑工具，利用人工智能视频编辑工具，根据你的规格自动将镜头剪辑成一个连贯、引人入胜的故事，添加润色、审查和完善最终输出，添加音乐、音效或其他润色效果，以增强观看体验，测试和分享。最后，在社交媒体或其他平台上分享前，向小众群体测试视频以查看反应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虽然人工智能可以自动化视频创作过程的某些方面，但它并不能替代人类的创造力和技能。因此，与有才华的创作者和编辑合作，才能制作出真正精彩的电视视频电影。